来手伸出来。不行不行，慢讲话，慢讲话，线索。我要来验你一下，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因为现在太多观众也说，当然是男的女的，娘娘腔，我就给你们看看我的鸡鸡。那你们证明我就是男的，不要再念了，我就是男生。你常备喝什么饼干？奥利奥，奥利，日本人没看见奥利奥。不要弄乱。我觉得海苔。哇，哎，来出来。海苔、洋芋片，对，配夫妻。好弱。两个味道是分开的。就是很弱。就是有冰淇淋跟海苔味。他平常都非常的惊讶，一点小事都可以大吼大叫，所以希望待会他可以大吼大叫一下哦。观众，这是我昨天私人剩下的卡拉姆酒，老师感觉很爽。观众不要讲话，一个观众在说我们会落塞，就那种橘白橘白的颜色。天哪，橘白，橘白，好啦，是啊，你爱吗？它有一个耳味，你说耳朵的味道？耳朵的味道？真的吗？它有一个恶心的味道。我觉得没有啊，它好像豆腐还是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就算了。cheese 应该还不错，长起多来 cheese 很多人投票说要看的 cheese， 对，那会不会 cheese 呢？而且我觉得你很难笑，而且它是长小的，也太偏心了吧！大小颗的，就你不用打碎，因为这根本就可以撒在冰淇淋上了。对啊，长得很美，好吃的，怎样啊？这次的来宾。它比前面两个都好吃。是起司蛋糕吗？也不是蛋糕，它是什么？起司冰淇淋。冰淇淋，谢谢 yes。手伸出来，遇到看的表现很差。饼干是这两个，你选一个吧。鸡汁。你选鸡汁哈，我们现在菜花今天。我来吃鸡蛋。可是你觉得花间你吃到蚵仔的味道？不喜欢，它有一个，它有个干味。不是，我闻觉很差。它有个干甜的味道，所以你喜欢的味道。好吃，我觉得它目前是排第一名。一直很多人说科学面，但我觉得这感觉是没什么味道。我知道是什么了，下面那个饼干。就是你会以为你在吃下面的饼干，那个是甜筒啦。老公的店有卖可乐饼。对啊，老公的店现在是呈现一种方便方便的发展，卖手饰，就怎么卖？来出来，所以呢，可乐饼那个是咖喱口味的。是不能先单吃。当然不能。单吃，你的单吃。是哪一种歌？是担心啊。杨林的。白痴哦，是陈洁仪的。现在长得很像是，就是小孩子如果他身肠胃不好，现在就是绿绿的。我觉得你会不会很无聊？所以我才找你来，我觉得你的情绪会反应很大，很有什么事很惊讶的吗？你觉得其实蛮好吃的。咖喱味有点太重。我不知道摄影师在笑什么。没有，我觉得这集很安静。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也是一种特色。对啊，然后每集都很吵的，比较吵就是吵死了。那我会不会被骂？不会，被骂也没关系。通常被骂都是我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因为一直有观众说老一辈，就老一辈是会。一直有观众说大一辈，所以呢，我有答应观众大一辈。不要把本名讲出来，我叫 Tina 当道大师。Tina， 好，我先下去了。好，谢谢阿九。李子，我还要吃。我觉得很好吃。我喜欢。真的服了你。很好吃哎！如果这边妈妈，他又没买米，对，他就直接开罐了，然后就买冰，就放冰淇淋，然后没有，我觉得你少声一点啊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冬天就煮回来吃，然后夏天就可以。全部里面的鸡蛋最好吃，卤肉面筋，它是新滋味。我觉得是它
乐饼。我觉得如果你怕热，真的可以就是冰淇淋加可乐。你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吗？第一次来录节目。其实我很紧张，对，然后。我只能说你多请一点中文吗？你怎么那么差？刚从日本回来，你干嘛这样？你去日本多久？天。所以你不要再怪实验室了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哎，我8:30要到，可以吗？很赶，为什么要不是直接验票吗？对，可是9张。